你是谁？你就是中州大侠叶孤云。不错。 叶无欢，叩见爹爹！你不必拜见我，我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我有个儿子叫叶无欢。啊，爹！你不必跪在那儿，快起来吧。爹，我真的是叶无欢，我是您的亲生儿子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冒充？我为什么要冒充？ 20年来，有多少人冒充各种不同的身份？他们甚至派人冒充我的妻子，如今又派人冒充我的儿子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你的心境。 孩儿十分明白，但是我绝不是冒充的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冒充的呢？那我知道我的母亲叫肖若雨。知道我妻子名字的人，比比皆是。我从小是个孤儿。 由我师父抚养长大，我一直在寻找我的爹娘。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您的下落，所以才千里迢迢赶到这儿来探望您。就凭这三言两语，就能证明你是真的叶无欢，就能证明你是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儿子吗？可是您要怎么样才会相信呢？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来证明？ 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实在是尽心情趣，太过鲁莽，还请您原谅我。不必了，你也不必跟我道歉。您的对头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 家破人亡，他害得您妻离子散，自己又在这个地方，在这种张力之际监禁了20年，居然害您的人是谁？您居然不知道？我即使知道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不，至少我可以找到他，至少我能替您平反冤狱呀。不必了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Thank you.
都看不见。嗯，是什么时候瞎的？5年前。是怎么瞎的？你不必知道。我要知道。你知道了又能治好我的双眼吗？爹。我真的是叶无欢，我真的是您的儿子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爹，我会想办法把您救出去。我不会相信你的，你也救不了我的。难道你就甘心愿意在这石牢里面监禁一辈子吗？我已经坐了20年，我这一生有几个20年？我早就想开。爹，我不会死心的，您多保重，孩儿明天再来看您。你真的是叶无欢，你真是我的儿子。但愿苍天保佑，这一回是真的。叶无欢，无欢兄，命真大言还好吧？你看你难过的样子。父子团聚，你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认我？不认你？他为什么不认你啊？为什么要怀疑我是冒充？那怎么会呢？我去跟他说去。慢着，我说的话他都不信，他又怎么会相信你？吴焕兄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你还没有出生，叶大侠他就出事了，你突然间在他面前出现，一时之间他也是难以相信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京城所至，京师未开，我要在这儿待下去，每天来探望伺候他，直到他老人家认我为止。我陪着你。在下反正没事，我也奉陪。
我真的是夜无关，夜深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你自己为什么不睡？我怎么睡得着？20年的苦思苦想，我自好容易见了面，却不能相认。 叫我情何以堪呢？你能肯定他的确就是你父亲吗？能。我一见到他，就自然而然有一种如沐之情。可惜的是，他老人家双眼已瞎，否则的话。 所至，金石为开嘛，只要有耐性，他总会相认的。话是不错，但是当我看到他双眼下衰老憔悴的样子，心如刀割，恨不得以身相待。 再怎么苦，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。如今眼看着就要苦尽甘来了，你干嘛一个人想那么多呢？人若是不会思想，不易于情深，偏偏越想越痛苦。我真恨不得能替你分担一些。 分担的够多了，千里迢迢的找到这里来，你为什么不肯认他呢？当初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儿子。可是，你不是说过，那个时候，叶大婶已经怀孕。 而且你也预先取好了名字，不论是男的，是女的，你都叫他叶无欢。这个人不就是叶无欢吗？只凭叶无欢三个字，怎么知道他就是我儿子呢？你是说，这个人是假冒的？我不敢说他是假冒，同样，我也不敢说他是真。 当年取名之时，并非命，任何人都可以叫叶无欢。谁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看他的样子，好诚恳，不像是说假话。娇儿，你太年轻，不知道人心的险诈。这些大国都看得太多。 我真是不懂，如果他不是你的儿子，那他为什么千里迢迢的找到赤霞洞来？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？娇儿，你最好还是不要懂，懂得越多，烦恼也就越多。哎，不管是真是假。 我看到他离开的时候，又伤心又失望的样子，好可怜哦。你是不是认为大叔的心肠太硬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，大叔，你应该跟他多谈一谈，多问他一些话，也许他是你的儿子也说不定啊。
这些都不必谈，这二十年的苦劳，早把大叔磨练得心如止水。真奇怪，既然是叶孤云，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亲生儿子？哎，南国少爷，有句话，蒙恩不敢冒昧动问。请说。是叶孤云，那是绝对没有错。 不过跟少爷一块来的那位年轻人，会不会是真的叶无关？当然是真的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据叶孤云说，当年他被捕的时候，妻子怀孕，尚未分娩，时单是女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万一这个人是个假冒的？胡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嘛。是是是，蒙恩只是这样猜想而已。唉，我的戏里为心腹。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你，十多年来，你做了些什么？蒙恩绝对不敢辜负南宫大人的付出。啊，这十多年来了，我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探问当年的往事，可是他只字不提，你要叫人无可奈何呀！你们十多年交集相处，连一个字也问不出来，真是叫人难以相信。 南宫少爷，这锦衣卫大牢的苦刑他都熬过来了，这个人骨头有多硬，就可想而知嘛。嗯，不错，他们虽然是亲生骨肉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哼，就算换成你我，也可能不会相认。哼，我当初真是想得太天真，以为只要他们相见。 二十多年不见，还认识楚某？楚辈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楚某只是问候问候两位。这些年不知两位在哪里纳福，怎么又有兴致重新出现了？这你们管不着吧？ 楚某是管不着，可是朝廷的王法可管得着。两位擅离职守，弃职逃亡，知法犯法，该当何罪？姓楚的，你不要仗着南宫乘风势力，狐假虎威，告诉他，不是我们两人的对手。<笑>也许楚某不是你们两位的对手。 这四位高手，你也很难脱身。你试试，当然要试。上！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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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弟，就是他们插翅也难飞。你这一换衣服，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再也不是药铺的大老板，又想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哼，要不是那个楚鸿飞拦截我们打了一场，我才不会再变这个打扮。对了，提起这件事儿，咱们应该好好的合计合计，如果再遇了他们，我们要如何的应付。你是指挥使，我当然还是听你的调度。目前呢，我们的行踪已经泄露，三大世家绝不会轻易的放过我。我想他们一定布了天罗地网，
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是处处艰难，处处危机。不错，我们苟活于世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把当年的秘密向叶无患揭露，所以我们不能死。对，就算要死，也要把这个机密告诉叶无患以后才能死。对。 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随时提高警觉。万一遇到他们，我们要互相的掩护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两个人之中，一定要有一个人逃出去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生死事小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去，把这个机密告诉叶无患。那个死的人死了才有价值。对，就这么决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 受了惊吓。 小姐，梦是幻觉，不必太当真。是，好多天会做这种梦呢。小姐，梦游心生，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小姐对叶无欢大概是太过思念了。梦有时候也是预兆。小姐，不会的。 那南宫君营的叶公子是好朋友，他怎么会杀他嘛？不放心。贵妃，在。你去准备一下，天一亮我们立刻动身，我要去找叶无欢。这，小姐不是跟叶无欢约好在这等候吗？我等不下去了。万一他有什么意外，我在这等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属下想，叶无欢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。 不管他有没有意外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我一定要见到他才行。你快去准备。小姐病体初愈，怎奈跋涉之苦。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。郭北，天一亮我们就动身，你快去。这，属下不敢受命。郭北，小姐若只是惦念叶无欢是否平安，属下倒有一可行之策。 什么可行之策？属下知会地方官府，以加急快马探听消息，立即回报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音讯呢？来回最多3天3夜就有消息。小姐，3天3夜晃眼就过去了，就算我们自己去，也不一定很快就会找到叶公子啊。 好吧，我就等3天3夜，到时候要是没有消息，我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一定会有消息的，属下立刻去安排。
首饰啊？喜欢不喜欢？啊，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你看这手工好精致啊，真是少有哎。喜欢就送给你。啊，送给我？这些都给我吗？对，全都送给你。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敢要，我爹知道了会骂我的。不要紧，你尽管收下，这些东西啊我们家多的是。可是我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接受你的东西呢？哎，你伺候叶大侠十多年了，我送你几件小礼物这也算不了什么嘛。伺候大叔是我应该的，我不能接受你的东西，那不好意思的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你收下收下，你爹不会怪你的啊。来，拿着，收起来。那就谢谢你了，木兰姑娘。还谢什么嘛，下次我再给你带几件漂亮的布料来，你去做几件漂亮的衣服好不好？真的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想去看看叶大侠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那就麻烦你带我去了。好。你跟大叔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是，他是我未来的公公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。秋儿，是你来了吗？是啊，叶大叔。还有一位是谁？老伯，你是谁？老伯，我是慕容明月，我爹就是慕容飞雪。我是慕容世家。老伯一定认识我爹了。我是慕容，富甲天下，叶某不敢高攀。我跟叶无关事。是很好的朋友。哎，哎，你不用说，你说。老伯，我是跟叶无欢一块儿来的，上次不方便进来，现在我是特别来看望您老人家的。不敢当。这些年来，老伯您受辛苦了。那是我的事，不关他的事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这么简陋，怎么能住人呢？娇儿，告诉你爹，给叶大叔换一个房间嘛。不成啊，别的地方比这儿更简陋。那这样好了，改明儿我雇些工人来，把这儿好好的整修一下，粉刷粉刷，布置布置。你要整修这个屋子，好啊。你想怎么办呢？我，哎。你看，这儿要开个窗户，然后呢，外边装上一副花架，摆上几盆花，哇，那一定很漂亮。然后，这屋子里头要添一套全新的家具，床呢摆在那边，嗯，然后桌子椅子摆在这边，然后再加一个衣橱，嗯，被子和床单。要用水蓝色，看起来才舒服。您想的真周到，慕容姑娘。嗯，还有这地上，我要铺上最厚的波斯地毯。嗯，
墙上挂一幅名人的字画。好啊，慕容姑娘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慕容世家，告诉你，这是牢房。我知道，可是牢房也可以布置的舒服一点呢。牢房是囚禁人犯的地方，不是让人来享受的，你知道吗？老伯，我是为了您好啊。你我素昧平生，叶某不领这份情，你请吧。老伯，娇儿，请他出去。老伯，请他出去。知道就束手就擒。是孩儿无欢，还有我慕容明月。老伯，我们是给您送中饭来的。爹，我们特地今天为您换了点菜式，希望您能够喜欢吃。来，不必，我自己会走。是。老伯，您来尝一尝。这盘是野菜烧鸭，还有这盘是熏鱼和虾子，还有红烧鱼。这里也能吃到鱼。
两杯，所以孩子猜想，您的酒量也一定很好。爹，孩儿说错话了，您怎么不吃了？没有，你没有说错。当年我的酒量的确是很有，只是这二十多年来，我好久没有痛饮一番。那容易，只要爹您愿意，孩儿可以每天来陪您喝个痛快。你能陪我多久？知道。之后才肯认他是令郎的，直到他能证明为止。听说您跟家父认识？慕容飞雪。对，我是他的女儿。何止认识？那好办，我请他亲自来一趟，他能证明啊。他不能。那南宫乘风呢？他跟您同门学艺，他是您的师兄，他说的话您总该相信吧？我为什么要相信？难道他亲自看见萧若雨生下你？难道他亲自抚养你长大？可是，他是您的同门师兄，这世上也如同亲人呐。亲人，二十年来。我一个人过着暗无天日的岁月，朋友也好，亲人也好，这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虚幻不真的词罢了。今世南宫家世显赫，姑苏慕容富甲天下，想不到慕容明月、南宫追云都是你的好朋友。看来你对于结交权贵和财富倒很有一套。爹，您这是在责备孩儿。你我非亲非故，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你？叶孤云他们父子又见面了，少爷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呢？他们根本就没有谈什么话。叶无欢为他爹送饭，叶孤云又不承认他是儿子。少爷，事情恐怕不妙。什么事？土司府刚接到八百里加急快马传来的口信，要查问叶无欢的下落行踪。那你怎样回复？只有事情实报了。还有什么消息？另外还有口信是转给少爷的。什么口信？有一个姓朱的跟一个姓鲁的，他们要问这个少爷，托少爷办的事情究竟办妥了没有。少爷知道他们问些什么吗？我可以替他们办的。骨肉怪里，如今相逢，您却不肯认我。莫非当真如您所说，有人冒充您的儿子？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这其中会有什么阴谋呢？您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孩儿呢？吴焕生，你还在为宁尊的事在烦恼？千里的军阀，好不容易父子相逢，他老人家却不肯认我。叔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痛心的事？20年的苦劳，过着不见天日的岁月，也许对亲情也会淡。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骨肉亲情，出自天性。人在寂寞苦难的时候，更容易被外来的恩情所动。何况父子亲情，他老人家对我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不要再为这件事烦恼了，小心可动天地，令准一定会回心转意。一份礼物想送给你。送我礼物？一定感觉很意外，而且会很高兴。是什么礼物？你先不要问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。见密旨，密旨。这是圣上特赐叶孤云无罪开赦的密旨，你立刻到牢房搬走，释放叶孤云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尊兄，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礼物？吴焕兄，你可高兴吧？何止高兴！这个礼物简直是无价之宝，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密旨的？不是我，是家父向圣上求情的。他几次入宫哀告，承蒙圣上赐准的。哎呀，叶无常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时机还没有成熟，我告诉你也是没有用。现在还不迟吧？不迟不迟。不过，令尊对我们叶家真是恩重如山，我叶无欢今生今世永远不敢忘南宫家对我们的恩德。哎，吴冠兄，你我朋友论交，家父跟令尊大人也是同门师兄弟。这个小事不要轻轻如怀。不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南宫家对我们的恩德，我叶无欢迟早要报答。哎呀，报答是以后的事，现在先把老伯接出来要紧啊！哎，对对，我这就去宣旨。哎，我先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叶大叔。哎，谢谢。吴焕兄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当然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。